空地或空教室，就是因为那边都没人嘛，然后走廊也是，虽然有很多人会走来走去，但是就人比较多，穿堂也一样。然后晚上上就是想说不要浪费钱，然后就这些绿色就在外面的，然后就想说跟他们合作。世代先讲好，那是出生在一个战乱世代、平常世代、没事的世代、现在奥多的时代，就是他太笨，流行奥多的时代，他太笨，赢吗？世界末日。可是我要写太阳就起来，怎么会有那么笨的人？然后就要爆炸。没有，不是平，太夸张了。好啊，那样也好，因为他们可能想越多了，他们不想让自己成为那种笨的人，就会这样吗？你觉得呢？不就是好笑吗？对啊，贫穷。最后，贫穷，然后呢？出生不用，因为出生每个人出生都长一样。辣椒人原本也会读书，是香蕉人老婆哎、欸。辣椒人原本也读书，只是看到香蕉人就。那个，这个刚刚有说到谁？没有，好像没有，还没啊。是他的哥哥哎、欸。有啊，哎对。怎么样？哈哈，手震掉了啦。三个读书人。三个，这是小baby。哎、没有、哦，这是老板呐、啊。这个小 baby 人。哎，帮我弄一下小 baby 人。没事，先把他脚弄好。他是小布隆东人，他不是小北鼻人。不是傻布隆东人啊。他们怎么样读书？书来。那边啊。Fox says， 你说什么？蓝蓝的。